阿共 channel 有新片喎，系工匠学堂，快啲嚟学下嘢啦！澳门是一个国际旅游城市，每日呢度都接待紧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。亦都因为系咁，呢度唔少行业岗位都需要用上英文。如果你识得英文，见工嘅时候薪酬待遇系唔同噶。英文亦都系一门国际语言。如果我哋掌握咗英文嘅基本对答，咁我哋出门自由行、出外旅游嘅时候就唔使咁被动、咁紧张啦。每逢遇到迷路或者唔识路嘅一个地方，我哋用简单几句英文同人沟通，就可以知道点样行。咁样生活又会多姿多彩，又会识到唔同嘅文化，自己亦都增加咗自信心噶。听到 Miss Zhang 咁讲，搞到我想加人工啊，同埋都想识多啲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。咁就啱啦，同学。嚟紧 Miss Zhang 会同埋公联其他几位英文老师一齐推出啲唔同嘅英文课程。例如会系好似你咁样想喺职场上边英文有所提升嘅学生，都欢迎嚟报读噶。我想了解一下咧，课程内容涵盖啲乜嘢呢？我哋嚟紧嘅英文课程内容就会覆盖四大领域，包括有基础英文啦、办公室英文啦、接待及款待业英文同埋专业英文嘅。咁欢迎你同埋朋友仔有兴趣一齐参加。好啊，咁我就抽个时间嚟呢度报名先。